玩具 TV 第十八季第八集，噔噔噔噔。好，今次要介绍嘅《风雷可动》第二弹。冇事。我都唔知道算唔算系盒。Anyway， 有盒嘅。呢个先至系盒啊！一个开窗盒。系啦，咁啊，当然啦，即系变咗你变相你系冇得去 check QC 嘅。咦？佢唔可以射出嚟噶？你原本攞嗰陣時，佢成個包到實曬啦，有呢個雪梨子嘅，所以真係非常之絕嘅。咁真係可惜啦。係啦，不過呢個後話啦。咁啊，今次嘅包裝就係一個套啦，另外就有埋一個正常嘅盒嘅。咁而盒咧有個窗，後邊就係今次要介紹嘅奧迪姆啦。我想個別的地方應該是有緣給你脫出來望一望個整體的感覺的，希望是啦。 Anyway， 不是今次要介紹的重點，今次要介紹的看回這一邊，時間關係已經將所有架撐擺上去，不過其實配件都不算多的，最主要的裝嵌就是拍回背脊給大家看，就是炮啦和兩把刀的，咁其余嗰啲基本上都係装好晒俾你㗎喇。咁至于有冇特别话需要留意嘅呢，反而真係要可以讲下个台座。呢、這个好得意。係啦。不过即係讲少少即係个人对于个主体嘅睇法先。因为呢、我之前呢其实冇乜点玩风雷模型嘅。因为我对变形金刚嘅认知呢其实一开头呢就係 Beast War 嘅。我对于 G1 嗰啲係完全唔識嘅，因为即係未到个阶段啦。咁跟住我开头睇嘅就係 Beast War， 咁到风雷模型呢其实之前一路出緊啲 G1 或者係类似啲 IDW 嘅设计嘅版本嘅时候呢，其实我一路都唔中嘅。咁嚟到呢隻版本呢，咁因为其实我以前睇 Beast War 啦，咁所以对到 MPM 嘅 Beast War 我都中嘅。嚟到见到佢突然之间出奥迪姆呢，我係中到啪啪声，嘩好有型啊 ,ok。咁我本身我都唔係話好特別介意話變唔變形呢個問題嘅，咁所以我見到呢嘢咁有型嘅奧迪姆嘅時候，其實我第一個時間叮咗聲就中㗎啦。咁然後佢除咗奧迪姆之外呢，後面仲有係獅子版柯柏文㗎嘛。係咪癲呀？仲要佢獅子版柯柏文好有型呀，型到癲。咁所以只 MP 我又吐槽少少，只 MP 个狮子头真系吓一跳。MP 算啦，哇真系救命、啊！因为其实你佢要兼顾变形与有型嚟讲系好困难嘅。唔系，个狮头只眼你冇理由见到好似，哎，算唔好咁好再讲。算啦，系嘅，冇办法啦。咁但系喺风雷版本嚟讲，哇！呢只奥迪姆真系型到化化声，真系好有型。咁啊，即系更期待我即系之后会出嘅呢个狮子版啦。但系佢有嘴嘅喎呢个。系有，冇错，一样可以帮到你。本身奥迪姆冇嘴噶，佢可以吸埋个口罩噶嘛？我记得以前奥迪姆最重要嗰个最值钱个配件喺咪度？喺度。哦，系啦。哦，时间关系，呢个唔系最值钱嘅配件，仲有更值钱嘅嘢。哦，咦？系，咦？系咪冇攞过嚟啊？等下冇。那你？可不可以轉一轉個背脊？即刻有 dead air， 突然間因為大家都好努力咁樣揾緊最值錢個配件，應該就係台面嘅地下咁絕。我喺度。唉，嚇死佢！真係嚇鬼啊！真係。係啦，咁啊喺我哋啱啱揾翻最值錢個配件之餘咧，咁啊 Walker 已經幫手 zoom 緊後邊一啲奧迪姆嘅造型啦。其實你覺得佢同原本 Beast War 個奧迪姆個外觀上爭幾遠？哦，其實本身 Beast War 個奧迪姆係醜啦，呢個係型得不得了啦。唔係，我好有情懷嘅，因為其實我以前睇 Beast War 大噶嘛，咁所以我係好中意 Beast War 嘅。咁當年嘅審美觀嚟講，其實係型嘅。咁但係到而家嚟講，即係人大咗，你開始睇翻好多唔同嘅設計師嘅時候，你就會覺得稍微比較單調啲，或者係佢嘅機械形態即由星星變咗機械形態，佢合理，但係個造型唔算好靚。咁但係嚟到呢個版本咧，佢將好多嘢優化。咁當然佢冇得變形啦。咁但係佢會將一啲即係現代時興嘅好多元素，將佢塞落去嘅。即係例如咧大膊頭啊、尖，即係好多尖嘅件啊、好多嘅棱角啊，或者係一啲好有肌肉線條嘅嘢擺咗落去，咁所以其實你第一眼睇落去就覺得哇好有型啊咁樣樣，咁然後佢除咗個造型好靚之外咧，其實佢喺用色上面咧，我自己覺得幾有品味嘅，咁你會見到佢
一個金屬藍色啦，咁個金屬藍色係即係用一個比較淡調啲嘅藍色嘅，咁可能佢想襯托翻側邊個銀色一個白銀色啦，咁又襯個黑鐵色啦。黑鐵色之餘咧，其實你見到佢一啲毛髮嘅部分咧，佢用咗一個瓦灰，即係半光嘅瓦灰色嘅。不過佢呢只係啤膠嚟㗎嘛，灰色應該係啤色嚟。係咯。咁但係我自己就感覺上冇乜違和感嘅，即係佢同啲有顏色嘅地方嚟講裝埋一齊都冇乜違和感嘅。不過其實我諗全隻嘢咧，佢除咗呢一個灰色，即係嗰啲毛嗰啲外甲之外咧，基本上全部都係有上色嘅。係。咁但係毛髮嚟講冇上色，我個人嚟講都 OK 嘅。系啦，咁啊，大致上嘅外形都望到啦。咁究竟成只嘢个可动系点咧？嗱，风雷可动嘅第一弹 Opperman， 我相信大家都玩过噶啦，因为佢本身都系即系叫做将模型咧就成品化，再帮你上埋色。嗰只嘢个可动性系非常之精彩，同埋个外形亦都系好吸引，我系俾几高分嘅。咁呢只奥迪姆又点咧？咁啊，逐样逐样睇啦。头先见到个背脊。其實你以為呢一個引擎位 ，sorry 係唔喐得嘅。不過咁啊，大炮位你都係當呢個雷射大炮啦，咁啊只可以上下喐嘅啫。咁啊呢個我又覺得冇乜所謂嘅。頭咁本身頸同埋頭同頸嗰個膊位，咁啊叫做有兩個球形關節啦，咁所以變咗個可動性係完全冇問題嘅。咁同埋本身佢個著色都靚，頭先阿嘉都講得好清晰噶啦。本身你見到佢嗰個頭嗰、那個金屬藍咧，佢呢隻色好搶眼，好舒服望落去。佢喺個唔同光暗嘅情況之下，佢反出嚟嗰個嘅藍色都好靚。係，同埋佢有一樣嘢好好喎，佢個眼咧用咗一個金屬紅色啊。嗯，喺一啲冇發光嘅玩具嚟講咧，其實佢一反光就好搶，你就會覺得哦隻眼好似著咗燈。啲燈啱啱打橫咁樣碌過去咧，就爭好遠。咁啊，另外本身其實就住你見到個心口咧，佢都有輕微嘅可動嘅喎，我又唔知有啲咩特別作用，可能佢枕吸上去定點咧？可能佢係彎腰嘅時候，佢可以褪少少位俾佢再加多少少。即刻試一試。應該都不是太幫到手的，是不過你看到本身其實它那個腰的可動都不錯，它整個心口是可以即是蹲到遮曬個肚的位置的。可能這樣再做多一次給大家看，看到它的肚腩啦。有聲紋有沒有合金成分？沒有，沒什麼，我暫時不是很覺有。可能有一些波珠是，不過因為碰不到所以都不夠膽確定。是，不過多一句啦，玩玩具你其實有冇金屬好，即係冇乜所謂，最緊係造型靚。咁佢個英文大家點睇落印展示會唔會冇結局？唉，冇啦！呢個之後講，我大把嘢講。三浩老師一去，我係震驚咗，我嗰日真係做唔到嘢，我好唔開心，想喊啊！真係。同埋係一套極正的作品，佢嗰個畫風同埋即係嗰種網線嘅表達，係一於咁話，係一講就即刻停到口。咁啊，好啦，講翻個肩關節，佢幾好嘅就係同樣地係有一個好突出嘅拉出式關節嘅。嗱，我收翻佢先，望住係拉到好出下嘅，咁啊變咗喺前後嘅擺動率係可以做到好大。嗱，呢邊就未拉嘅。都唔細噶啦，但係拉出咗基本上係可以翹手嘅。佢係冇一個橫切嘅關節，令佢可以上下咁樣扭嘅。所以變咗喺擺動作嗰陣時咧，你呢一個位係唔可以打橫喐，會造成好多限制。而佢嘅打橫喐就會落咗喺前邊呢一個臂關節，不過係幫唔到啲咩手噶啦。還好的就是它的前臂是屈到90度那么大把的，因为你看到这个位置会顶住，还有大家动的时候留意这个位置有机会会撞到这个上臂刮花的，所以就小心一点了。不过它的说明书也教大家是个前臂可以外转了90度，跟着之后先再去做这个
手踭嘅關節活動嘅。咁佢就特登喺內側嗰度咧就加咗缺口嘅，咁就可以令到個可動幅度大啲。咁但係相信大家顧及外觀咧，都唔會轉呢個位置噶啦。咁寧願喐少啲就喐少啲啦，咁樣樣嘅。咁搞下度都 OK 咧，其實好多嘢都玩到嘅。咁啊，還好嘅就係佢可動最好嘅就係個手指啦。好啦，咁啊，頭先條腰大致上喐咗啦，咁啊，上半截同下半截。是可以看到動得很自然和很順暢的，但是它腰很有趣，它的胸的部分就可以有個波頭轉來轉去，但是腰只有水平線，這個是甩得出來的，不用怕，還有本身它會有一個遮丑件，不過我覺得裝下去就好看一點，挺鬆下腳，頂到盡的了，大家不要夾硬嚟，我拎高翻少少隻手先。佢個裙仔係有上下可動嘅，咁可以再可能拉高少少呢個底褲呢個，拉咗，係拉完都係，係已經極限嘅，咁所以要小心少少。至於膝關節，你會見到上即係、就是、大腿同小腿呢個膝頭位係可以。兩節都一起喐嘅，咁啊望翻後邊啦，你會見到大致上佢嗰個關節嗰個可動幅度係幾多？至於腳掌，佢條軸都幾長，咁所以變咗佢嗰個向前啦，或者向後啦，個擺動率都幾大嘅，甚至乎佢上面嗰件嘅。遮丑件仲可以喐嘅添，遮丑件可以喐都不特止，你会见到呢一度系用咗软胶整嘅，咁所以变咗玩嗰阵时候，哦，你又真系唔使太担心咁样去喐，起码都唔会系啦，唔会话呢一个烂啊、撞花啊等等等等等嘅。而佢最紧要系佢嗰片软胶咧，同其他嘅硬胶部分系冇色差嘅，系，你唔捻落去都唔知啊，佢都几 OK 嘅嗰个位置。咁啊，另外最後就係大家最中意嘅 pat pat 位係可以喐嘅。哦，佢算唔算用一個高達化方式去詮釋奧迪姆咧？其實我反而想講，佢成個系列都用咗高達化嘅傳譯去，即係無論係呢一個風雷系列也好，所有呢一個變形金剛也好。都是咁上下啦，好啦，咁啊，雙刀，哇，其實我諗緊佢應該係點揸會靚仔啲咧，真係。我成日覺得呢種咩彎刀咧，反手揸得幾有型。係。哦，但係佢揸嘅時候係徒手揸㗎，哦，唔係，佢有個榫位係插落去。係啊，嗱，大家見到本身，翻翻嚟啦，原來係啦，佢有兩個。吸位係啦，筍嘅，而佢左右側都有嘅，咁即係左右手都可以揸得同一把武器嘅。見到有兩個坑位，咁所以哇，幾實喎！OK， 第一次啊嘛，系咁上下，好怀念呢个气味啊！突然之间，你攞过嚟嗰时候都系全新噶嘛？哦，佢反手揸系会调转把武器喎，咁样，咁佢系逼你正手喎，如果系咁。咁啊，咁样都可以用呢度劈嘅，或者咁样插嘅，都 OK， 系啦，可能低翻少少。系，我头先习惯咗怼嗰边添，好，咁啊呢个用翻正手揸睇下个分别有几大啦。其實我幾中意佢呢個武器嗰啲弧度啊！佢有類似嗰啲大砍刀嗰啲嘅方式。哦，我反而我好中意玩佢個手掌喎，衰鬼個手指好鬼爽啊！
佢嗰個裝配嗰啲手指又個鬆緊又好得意咧，即係因為有啲手指係好緊，然後你唔係好夠膽扭。而家其實我遇到個最大嘅問題咧，就係頭先講咗，完全因為本身上臂冇橫切嗰個關節咧，我喺擺 pose 嗰陣時候其實都有幾大嘅限制，唔順暢咯，玩落去嗰陣時候就變咗。咁但係係咯，我又唔係太明白，即係成差嘢，點解一個？即係咁基本嘅橫切，你都唔俾我咧？其實咁，如果而家嘅狀況，即係話個上臂水平轉嘅地方，你就係要用膊頭嗰個鉸嚟去膊頭同埋前臂，應該都幾古怪疲累去做呢啲。係，所以我有少少嘥，因為我好坦白講，如果就住呢一件產品咧，喺外形方面咧係好高質嘅，真心高質，係好高質。咁但係。竟然在呢一個骨折眼位嗰度冇咗一個橫切的關節咧，我又真係覺得有啲嘥喎。好型，本身做工亦都好靚，所以都係大家其實見到而家嗰個，因為冇咗上臂嗰個橫切的關節咧，我主要都係用翻呢一個肩膊位。同埋前臂嘅橫軸去擺呢一個姿勢唔差，但係玩落去個感覺爭咗少少。好啦，最重要就係魚，係啦，咁啊拆咗出嚟先。同埋我發覺整款產品咧，即係基本上冇乜點有 set 位嘅。係啦，哇！老實講，咁貴為乜咧？就是為了這個鬼面具，造型來說是非常漂亮的。至於妝組方面呢，我唯一擔心究竟會不會刮花我的面呢，我是熬底的，不過都沒辦法了，不要緊，千直鏈是有保養的有什麼事是可以回去復仇的。叮，入那一下有沒有說感覺到是會食實的。哦，但他以他的面全部上了漆來說，應該都挺牙煙的吧。如果若然他可以用類似磁石吸一下下去，其實可能會開心一點。好，我吸完之後怕會不會花呢，我都挺實的，我吸得我都唔夠膽睇落去，睇下呢一面個底有冇啲油漆。咦，都啱嗨到。姑且，哦，有啲啊。個眼上方個前額下面嗰段嗰個吸位，刮咗少少油喺度，甩咗啲油喺度。咦，我呢個反而冇。即係喺呢個底嗰度入邊呢度有機會會刮到啲油，因為咧佢特登出咗一口倒扣喺上邊。吸落隻眼度，我呢個目測反而冇事。哦，睇唔到就唔好睇啦。係啦，睇唔到唔好睇啦。但後邊就係啦，會有少少刮漆嘅風險。係啦，或者我哋如果睇唔睇到呢件咧，好仔細地，咁你會見到呢個頂咧，佢呢度有兩個眼型嘅。咁呢兩個眼型咧，個頂呢度咧有少少倒吸嘅。咁而家就係個倒吸咧，就有少卡咗啲油漆。咁若然我唔肯定啦，可唔可以話咁樣由下面裝上去咁樣，即係類似係咁樣先裝上後裝下嘅話，可能會好啲咁樣樣。咁唔肯定啦。咁但係若然大家對個品質要求好高嘅話，就盡量唔好裝個面具啦，或者嘗試用啲 blue tack 黐喺個面度就算啦。咁啊，托係我暫時目測就吸完上去人樣嗰度就冇乜大問題嘅。咁啊，睇下大家中意用邊一個樣啦。好。咁啊，今集又玩住咁多先，轉頭見。